迎战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体育老师生病请假了，这两节课考试啊。高考加疫情，我都感觉呼吸困难，压力大，那更别提那些靠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了。离家出走？陈小轩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去哪儿？你们校长也翻墙了？高考推迟一段时间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了，这推迟多少天，我要多受多少天的罪。你们能不能安静点？哪都不行，把电脑弄好，要不然不许学习。你这么耗，以后不许走人啊！必须让我随时看见你在干什么。第一次搞网课，大大小小的问题一大堆。我想呢，在咱们学校啊，搞个直播教室。起立！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一定会被所有人所铭记。拼个日出日落，拼得到，永不后悔。这高考呢，是学生的一次大考，也是家庭的大考。那孩子们冲破头的往前跑，家长们就陪他跑啊！加油！只要我们这些队友是团结的，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？你们的人生才刚刚的开始。高考之后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一起学车呀！